你喜欢奇幻世界的冒险题材吗？你热爱和各种奇幻异兽的战斗体验吗？又或者更倾向于和不同 NPC 培养感情直至红毯的镜头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沙皮，欢迎来到 UGS 频道。近期有这么一款游戏，能在超大地图自由探索，战斗要素相当丰富，角色职业更是多元，同时主线剧情非常有趣，玩法也相当多变，整体自由度可谓很有深度，当然还非常写实，小到 NPC 的所有互动，大到战斗过程对于智慧的运用。没错，这次要来向各位介绍将于3月22号发售的一款重磅游戏《龙族教义2》。原先的有生之年，如今变成现实，整整等待了12年之久。究竟这款会有怎样的表现，以及目前释出的内容有哪些？同时加上我个人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些一次整理，让各位了解参考参考。一方面稍微做点小推广，另一方面也是让即将踏上奇幻冒险、扮演觉醒者的大家至少有个底。要不要将卡片刷下去呢？那就要看这一趴啦。好啦，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Go go！ 魔物猎人荒野实验桌，真的吗？在过去的时光里，陪伴我最久的游戏无非就属《魔物猎人》。有想当年 PSP、N3DS， 上课玩、下课玩、吃饭玩、睡觉玩、上厕所，有时候也玩啦，嘿嘿。当时真的很疯。然而就在那段时间，《龙族教义》首次亮相于 PS3 上，看了下内容，哎呦，和魔物很像哎。当下好奇心驱使，直接买了。然而玩了之后才发现，却不是那么一回事。首先，龙族教义本身属开放世界，地图规模相当大，就算放在2024现今来说同样也是。同时二代更是一代的4倍大。哇哦 ,Oh my god。玩家在这么大的地图上可以做许多事情，好比体验剧情、探索地图、收集资源、制作装备、萤火野营、享受美食、独立随机事件、讨伐传说怪物、沉浸在不同国家的文化海洋、享受王道奇幻世界的一切，有太多太多可以在这一次享受。其中尤其故事方面更是引人入胜。龙族教义主轴大致上是述说，一条赤龙某天拿走了主角活跳跳的心脏，促使主角变为人们口中的觉醒者，并因此踏上寻找赤龙的复仇冒险故事。而在这条道路上，主角会因本身觉醒者的身份以及和龙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擦出许多不一样的故事花火。同样二代也是如此。嘿，没错，二代并非是延续一代故事，而是另一条平行时空的世界线。我个人认为这算一个不错的发展，一方面能够让新玩家顺利上手，不会产生一定要玩过前作才能玩续作的负担外，另一方面也能为故事主题于原先的设定框架下，使整体和细节方面更加强化不少，相当不错。当然虽说是平行时空，二代故事却有不同发展。本次冒险舞台主要围绕在贝尔蒙特人类王国以及巴塔尔兽人王国这两大国度来展开，一边正在上演着真假觉醒者的戏码，各种尔虞我诈的皇室事件，另一边则是以觉醒者随从为灾厄的存在，让兽兽们极度害怕，对觉醒者也只是视同外人一般，而非救世主，可以说是相当冲突的两种国家文化背景。究竟整体故事会如何展开，目前看下来是令人期待的。话说这兽人好像有点像。另外除了这两大主轴外，当中还有许多细项发展，简单来说就是支项系列任务，当然也包括随机任务。另外透过和某些 NPC 的交流，有时也会意外触发任务，相当有趣。同时这些任务要看玩家如何选择，以发展不同的结果和变化。简单来说，你的选择都会对其过程造成影响。想想一代当初为了交付某样道具，我自己呢是去制作了一个假货，然后交了出去，结果对方也没发现，我自己也留了一副，而让我可以在后期继续使用。又或者你偷掉包了某个 NPC 的武器，结果后面他要来帮你的时候，却发现其武器根本没有用，想想都觉得有趣啊。同时说到影响，承袭一代设定，整个游戏里的所有 NPC 都可以攻略，只要好感度刷上去，吼吼，爱情交易。总之这部分也是龙族教育中相当写实又自由的部分，就看届时玩家会如何玩弄。不是，我是说选择和探索啦。嘿，说到写实和自由，龙族教义的战斗可谓相当特别，同时这次二代更是要劲万千。首先打击感自然不用说，老卡绝对挂保证。看看这个，还有这个，以及这个，吼吼，超帅的。
相对遇到敌人，绝非像一般游戏那样上去就一顿猛打，而是要多观察敌人，找出弱点，发挥你的想象。好比独眼巨人，你可以攀爬上去，利用武器狂砍对方的眼睛，命中要害；又或者将其绊倒，使对方动弹不得，上去海扁一顿。另外，也可以利用周遭地形以及某些飞行魔物攀至敌人身上，攻击其弱点。同时，本次二代也沿用了当初《魔炼世界》的环境陷阱特色，可利用洪水或是巨岩等环境要素对敌人造成伤害，相当有趣。简单来说，战斗方面若用对方法，绝对事半功倍，增加效率。战斗当下，好好思考，发挥想法，和敌人战斗，绝对会是最佳首选。我个人觉得，光是以上这些，就和魔物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撇除魔法那些不说，就真的很像在现实中战斗一样，要多加思考。同时也觉得比较接近，像是《汪达与巨像》以及《萨尔达旷野王国》那样的玩法，相当有意思。另一方面，这次听说还能将怪物引到城镇地区，让其他的守卫 NPC 或是村里的战士一起帮你，感觉超有趣的。嘿嘿，那是不是可以逃课一波的呢？当然，不管如何，战斗前势必一定要选好自己的职业。这次《龙族交易二》总共有十种职业，同时还能转职。像是基础方面，就属经典的战士、弓箭手、盗贼、法师、斗士、巫师，是一群各位在许多游戏上常见的职业角色。而觉醒者特化职业则分别为魔弓手、魔剑士、幻术师以及复苏者这四种。基本上基础职业大部分各位应该都能够理解，这边就先不多加赘述了。而看向这次新增的职业就相当特别，好比幻术师使用名为香炉的特殊道具作为武器，能制造各种幻术迷惑敌人，暂时加入我方以力战斗，亦或是对队友进行 buff 等效果。同时官方有提到，能够利用敌人这一点，可能届时能够抓准强大的敌人，将其迷惑以之利用也说不定，算是一个较偏向策略型的职业角色。而看向魔弓手，主要能够利用魔法剑追踪敌人，进行远程攻击，同时还有大范围的 AO 技能等，和一代的魔道弓手有点类似，而且战斗特效可以说真的变得好帅又震撼啊。接着魔剑士，我个人相当喜欢，是个剑术和魔法兼具的职业，机动性高，可近战，又能远程抛物，看到演示中直接把小怪的尸体当武器投出去，吼吼，真的好爽。我个人感觉是个相当多元的角色，蛮想玩的。最后复苏者，看完介绍觉得非常特别，能够使用所有职业武器的角色，可透过切换武器对应各种战况，并且能够使用不同的派生动作，感觉就是身上随时有一个四次元百宝袋，里面装了所有职业的武器，想要就随时拿出来用，嘿嘿。不过应该要蛮后期才能使用就是了，光看整体就知道这职业蛮 OP 的啊。另外游戏中所有职业几乎都可以练，只要有装备跟武器，就能在某些特定单位切换职业，同时在一代当中各种职业的被动技能都能互通使用，可用来补足某些职业的缺陷。简单来说，像是远程或法师职业，通常血量或防御会较为薄弱，若有战士被动就可加血加防，反之机动性被动技能同样也能互相替用，若没意外二代应该也能继承这项系统才对，又或是诞生出更不一样的强化系统之类的。总之对于这游戏的职业推荐都可以摸摸看练练看，如此一来玩法流派能更加丰富，战斗起来才能够更加爽快，毕竟看向复苏者这职业铁定练越多越强势啊，嘿嘿。哦，对了，捏外观方面，这次不得不说真的超猛，有人连小岛秀夫都捏出来了啊，嘿嘿。当然，冒险路上我们并非自己一人，还有一名自己创造的随从会跟随其中。嘿，就是前面兽人族惧怕的存在。同时，龙族交易的随从相当特别，设定方面非常细致，例如外观、性格、倾向、职业等等许多数值，而这些皆会影响其随从冒险途中以及战斗方面的反应，会深深影响玩家游玩上的体验。好比体型方面，大致一点的话，负重就会比较高，可当移动仓库使用。关于这点，玩家主角的设定同样也是可以留意。然后性格较为强势的话，可能就会专注 BOSS， 亦或是猛追杀某些小怪或逃兵，甚至任务方面也会给予建议或引导等等。同时随从战力也不低，可说几乎和玩家差不多。我自己体验一代的时候，我都觉得随从比我还猛啊，哈哈。总之关于这点相当重要，要留意。另一方面，这次二代更是将一代的 AI 强化不少，除了上述这些外，会变得更加主动和积极，
甚至更加的人性化。官方表示就有如一名真实的玩家一样，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不会到像真的那样啦，但势必呢会比其他游戏要来的更加真实就是了。另外，本次随从也增加了一项名为专长的设定，可让其学习许多特别技能，好比精灵语。游戏中有精灵国度，所说的语言我们是听不懂的。若让随从习得此一专长，就能帮其翻译，顺利闯荡此地，迎娶白富美，相当有趣。等等，我刚刚说了什么？当然，随从的设定这些都能在中途随时更改，所以不用怕选错之类的，可多去尝试各种设定，慢慢找出属于自己的随从搭配。另一方面，队伍中除了自己的随从外，还能透过网络招募两名其他玩家所创造的随从，一起组成四人的屠龙小队。唯一留意，网络招募的随从等级装备都会是固定的，毕竟是别人的随从，所以固定一段时间就可能需要汰换一批新的随从就是了，不然或许会跟不上任务强度，造成劣势面倒的情况要留意。另外，若证明招募来的随从有和他的主人解过你当下正在跑的任务的话，可能会给予攻略的方向，又或者会跟你说说关于他主人的故事等。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了，算是另类的那种互动感吧。最后来补充一些较为细项的资讯，像是移动地图这一代新增的牛车这项系统。同时在第一次 PV 中看到有人骑着狮鹫，在想会不会已有天空的坐骑可使用，那传送时若没意外铁定会有。目前看下来，地图移动方面好像要比一代好很多，不然若还像一代那样初期跑图跑到死，吼吼，那应该会劝退蛮多人的吧。再来就是夜晚时可以野营，我个人觉得这相当不错，为冒险的味道增添一笔。然后再看像这次制作组实景录制的烤肉排，吼吼，半夜晚绝对炸裂。另一方面，好像也可以跟随从来一个好感度啊。当然这代同样也是单人游戏，对于这方面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小可惜，但整体来说好像也还好。相对若老卡愿意去突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是希望有多人啦。不过听说过去龙族交易也是有线上版，但结果很炸裂，不知真假。若有知悉的观众啊，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那对于这次龙族交易2，我个人很是期待，毕竟很喜欢这类主题的内容。战斗方面体验过一代，只能说很屌也很酷，职业系统更是有趣，能搭配出很多流派，更不用说这次二代强化超多，画面不用说真的很赞。 R 引擎的表现超级优秀，同时看向明年同样是 R 引擎开发的《魔物猎人荒野》，吼吼，到时候完整体的画面没意外绝对很猛。另外可能这次在龙族教育二当中的某些要素或系统说不定也会出现在其中，好比天气啊、地图结构、特效、 NPC 以及任务机制等等。不过在那之前，就让我们先来体验龙族教育二吧，嘿嘿。总之给你钱赶快出啊，老卡。好啦，以上这些大概就是将目前官方的一些资讯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整理起来分享给大家，希望有帮助到目前想要入坑的各位，届时游戏发售绝对立马开冲来玩，若还在犹豫或是怕雷的，到时候都可以来观看直播参考一下。那么觉得影片不错，欢迎按赞分享出去，还没订阅的也欢迎订阅加小铃铛。我是 Sharpy， 那么就下次再见咯，拜拜。